2005年10月10日，半暝啊7:55，一个被人拍到昏迷的查某囡仔，送到了台北市仁爱病院的急诊室。经过诊断了，查某囡仔需要马上来开刀。仁爱病院评估，开刀了无病程，会当来做后续的治疗，所以经常在人应变指挥中心来联络安排转诊。你好，我这边仁爱急诊，我们刚刚那个 SDH 的小朋友还是没有床，怎么办？那就要外县市咯，可能要到桃园或新竹。那你能帮我问吗？不然问那一大堆。除了整台北地区23间的急救急诊病院，1200张的病床，找无任何人愿意来收留这个查某囡仔。透早4:50，仁爱病院决定将查某囡仔转院，一直到早上7点，才将查某囡仔转送到140公里外台中县的病院来做紧急的开刀治疗。可惜，查某囡仔已经等了伤久，自然呢就唔捌阁清醒过来了。一个4岁查某囡仔，对于医疗资源上界富足的台北市，去往送到外县市来做治疗，因为安尼耽误了治疗的时机。这件代志透过媒体曝光了后，当初时台北市卫生局的局长张恒马上来召开着记者会，公开来道歉。卫生局的全体同仁呐、啊，跟我们的市民表达歉意，我们会在这里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好像主要的我们是他大概是觉得发生这种事情嘛，在台北发生了，他也是卫生的主管这个首长，他就觉得很抱歉。马英九不管你对这件代志都做评论，以不了解作为理由来回答的记者，但根据监察院指出，卫生局嘛是督导仁爱医院嘛啊，那么他又是这个台北仁和医院的院长，那么台北市马市长是督导卫生局哈、啊。如果你严格讲起来的话，那当然啊，他们在督导方面啊是啊有些责任啊，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就算是安尼，一个查某囡仔到底有病症要无？一件代志是病院的问题。是卫生局的问题，甲伊市长那像拢总无关系。一天暗时，医院决定来接受市议员所交代的每个。你看市长要我们红包在这边，我看看待会还有更。现在卢总嘛，你总到你腰在哪里？有这样麻木不仁的市长，当然就会有漫不经心的局长，当然就会有杂乱无章的医疗体系。我们发现他整个团队的螺丝不只是松了掉了，现在连螺丝孔都找不到了。难道由各个局处长这样直接负责任就够了吗？妈你给我冲上，接下来是哪一个局处该要出事，我们是不是先把个杯来看一看好不好？全国医疗资源最好的台北居然把人往外送，
这样的荒谬的结果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电视上的是英俊的马英九先生在那里做怎样的政治秀。我是台北市长，市民就是我的小孩，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我一定要留下来，不能送出去。这么小的一个生命危在旦夕，就应该留在台北。不要再继续用表演啦，我们有太多的政治人物，很多的时间都花在表演，而忽略了真正民生的疾苦。如果以此为鉴，你走了，妈妈的心也跟着走了。阴天的，夜深了，想回家了，就遭受爸爸的毒打。妈妈的小天使，那天起你就再也没有睁开眼睛了。摄影机摄录了马市长跳扭扭舞那种烟斗的画面，这是马英九和电子媒体之间每一天都会来发生的习惯性演出。一票对慢跑到游泳，对露大腿到露两点，亲像影子同款的马英九，经不着时间，经不着场所，演出了一出要哭又搁哭无目屎的戏出。这予咱真想要问：伫咧表演以外，真实的马英九又搁是一款什么种的人呢？1950年，马英九伫咧香港出世。同一年，中国国民党因为战败关系，就介绍带着200万的军民来到了台湾。介意强调，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马英九，真无介意提起着家己少年的时代。市面上有真侪本关于马英九的册。甚至连中国那边也帮伊写了一本传记。这个传记的内容是不是当相信，咱不知影。不过，伊咧参加国民党举办的革命实践研究院第24期训练当中，领导是家己亲手写下的自传，家己讲到家己一生。这篇文章可能是伊上解清楚。来讲到伊成长背景的重要资料。余姓马，名英九，湖南省彭山县人，1939年7月13日生于广东。余以中山奖学金求学海外，从事反共爱国活动甚为积极，继承于64至65年，任纽约大学小组长。65年秋赴哈佛后，任留学生反共刊物《波士顿通讯》主编及主笔前后5年。我们看马英九编《波士顿通讯》，他非常自豪的，他6年的时间，其实他应该3年就拿到学位，可是他有一半的时间，6年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做这些工作。那我们当然会想问说，好，这会不会是你当时最重要的职业？好，1979年。马英九人伫咧美国的时阵，台湾发生了美丽岛事件。喂，你讲吗？啊，好，收到了。耶，收到了。耶，安娜。先生，跟你讲哈。耶。10点十分，台湾时间10点十分哈。耶。这么多部队，我今麦说会当看哈。耶。现在想就有30多台已经啦，30辆以上啦。耶。啊，第一排哈，第二排就。民众
这是军队甲警察包围美丽岛十字社，而且来放着催泪弹的现场状况。这段声音是由美国的台湾人，依照国际电话连线回来台湾所做的采访报道。当初时，海外的台湾人就是用这么简单的方式，希望让全世界拢会当听到这的台湾之音。因为迄个因拢伫外口，所以因伫室内就创一个联络线。啊，唔只个美岛事件发生的时，因伫遐咧放催泪弹，哈、哦，张美珍姐安尼讲，哦，他们放催泪弹啦，啊，嘣，哦，那个都进来，我就随时录出去。哦，这个现场的转播，哦，迄、那个回响很大很大。哎呀，迄都袂当。黑的事实嘛，哈，黑咱的历史的事实，就这样来公布出来。同一个时间，马英九负责的波士顿通信也刊出了高雄事件特辑。让人好奇的是，马英九当时是人伫咧美国，却当亲像伫咧现场同款，写出几页十页的真相报道，而且用叶舞台这个笔名，指名道姓。来攻击到海外民主人士。马英九在革命时间就业他的自传里面写到说，他在海外从事了多少这种与匪斗争啊，与台独分子斗争的工作，这都不是一个哈佛法学院博士班学生应该做的事。可是这对他也是相当重要，而且他引以为傲拿出来谈。他谈的不是他在哪些法学期刊出版了哪些 paper， 他不是说他参加什么国际学术研讨会，他讲的是他去揭露了高雄这个暴力事件，就是那时候美岛事件的真相。你可以发现说，对他而言，他觉得他最主要工作是在从事党务。除了波士顿通信，马英九也奉国民党的命令写了真多报告。二十四页高雄暴动真相，八十四页恐怖主义与台湾独立运动报告。这两份伊家己讲是内容详实、收证充分的关键报告，至今可能要设伫咧国民党某一个秘密的仓库内底。伊只个报告，伊应该主动公开。你若心内无虾米，你无没有亏欠，没有隐秘，干嘛要藏起来？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公开问他，你那么，你对于你自己的言行那么样的光明磊落的话，请你把那一份公布给我们看看了、啊，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敢公布？你有跟他沟通一次而已，是吗？我跟你讲了多少遍，我从来没有，我从来有没有，有没有？这是讲的别的吧？前一张可以拿到$50，有的甚至可以高达$200。市长，你有做过这种事？有没有？有没有？对于类似的抹黑、栽赃、污蔑，我们都会来一个告一个，来两个告一双。撰写打台独的这个收集资料送给在美单位。哦，然后呢，说他是报效党国，那一段日子对马英九来讲是有不可告人之秘。那既然不可告人，那怎么还告我？啊，我伫我的宿舍房间内底，大致讲话我想是72年左右，迄、那个蒋介石过连任，上尾一届连任，第五任啊，第六任，啊，我和朋友大咧讲讲，啊，人要做皇帝，啊，那个规矩。宣布讲做皇帝嘛，啊，那选举啊，连任连五六届，加选的加投票安尼哈，过一礼拜，我娘搁伫台湾，有人叫去问，讲甲恁小弟讲，唔通我别讲话哈，因为遐就是有这个学生，马上一礼拜报到台湾。那当时很多人示威都是戴面具嘛。都戴面具，不敢那个，因为为什么？所以职业学生会把你们照相或者是认得出来的，
名单会公布出来，所以会打报告回去啊。所以很多人都是戴面具的。有一个叫 Coco 漫画家画了一个漫画，就是海外示威的这个场合嘛。啊，在示威群众里面静坐示威的时候，忽然前面摆了一双鞋子，然后鞋子前面放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本人妻小，尚在台湾，仅以皮鞋一双，代表出席以示抗议。”就出现这样的漫画，都不敢出来，可是他又想来抗议。就是干呐，做冬泳会还是冬泳会来在做理事、倒卡手，安尼人，就拢比做名单。吼、哦，啊，冬学会、冬泳会，台湾的冬学会嘛，小项，你若参加，你就变有名单，啊，你袂当登个台。那什么原因，拢无人知。当你在写文章，在批某些人，在跟他的所谓台独思想做辩论的时候，你会不会同时已经把他们放在黑名单里面？那你会不会其实是在过去人权迫害的帮凶？好，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来探讨说，这些拿中央奖学金或是这些有国民党党职身份在海外非常活跃的学生，好，他在过去做的这些行为其实是不是已经白色恐怖这个共犯结构的一环？国民党当年有看到伊伫咧美国嘅付出甲贡献，早就已经替伊安排好当来台湾嘅官位。马志壮听候蒋经国批示嘅公文内底，就清楚来记载着。求学期间担任党国干部及学生团体领袖嘛，举办各种爱国活动嘛，在美曾主编刊物及透过电视辩论为国宣传。所以这个党王以后要有人才嘛，啊，赶快再物色人才啊，接棒嘛，这都看得出来啊。等来到台湾了，国民党和伊出任总统府第一局的副局长，陪伴伫咧蒋经国的身躯边。昨呢，马英九正式踏入国内政坛。你是倒位的人啊？你小甲我讲一下啊！报告总统啊，我是台湾人啊，我是吃台湾米、饮台湾水、生台湾人啊！拜托大家来倒支持马英九。选市长的时阵，马英九提出了真侪青年的政见，八年了后，咱雄雄要讲，要真歹讲出着伊的市政成就。各县市在补助方面呢，获得的远比两个直辖市来得多，所以实际上，因为直辖市跟县市层级不一样，它很多事情县市有中央补助，我们没有。他一直说，哎，他税收不多啦，哈，他预算支出，可他预算的支出平均都还是在1500亿左右。像台东县一年就100多亿而已，哦，那即便是比较大的县，像这个桃园县、台北县，他们的预算规模都是只有台北的三分之一，哎，这笔钱是相当大的一笔经费，哦，可是你看不出来他花在什么地方。一年1500亿，八年1000亿的预算，安尼讲好啊！全台湾特当做风台、淹大水，行政院八年也不过才编入了1200亿治水的预算，也无够马英九一年的开销。台北市平均每一个市民一年可以分配到10万块的预算，这是高雄市的两倍，其他县市的10倍。有这么澎湃的预算，马英九也是感觉钱不够摊开。根据统计，台北市的负债
一个马英九上任了后，开始一直唱悬，雄雄就来增加到2000。为了了解马英九到底有做什么，咱拜访了几个重要的建设成果。这座有电动扶梯的天桥，开市府2800万。这座天桥开4200万。这座开6900万。欢迎使用反自动运行货扶梯，请紧握扶手，并请照顾您周遭。五千斤豪华电动的大天桥，当然也要有黄金的地下道来搭配。一个上得街口的地下道，设备了四座的扶梯，两座的电梯，起5年才起煞，总共开2亿4000万。信义干线的这个捷运本来就知道要挖的，可是呢，他明明知道捷运开挖是半年后的事情，他在半年前，就是2004年的年中，他居然还把所有的这个人行道铺面全部更新。就更新完不到半年的时间，捷运就整体开挖，所有的那些只用了半年的人行道就整个浪费掉了。所以当时有非常多的市民写信或打电话告诉我，他们认为说，为什么纳税人的钱是这样子被花掉的？哦，到底谁的责任不知道？我经过我很努力做了八件事，还是有很多人说马英九整天就游泳跑步，神经病。这对我十分不公平，因为我说了游泳跑步，我还会骑脚踏车。相当大的程度，各位不要以为这是一座体育馆哦。西门市场已经停业4个月，外面还挂着抗议布条，因为台北市政府认为经营快炒破坏古迹形象，要将市场收回。龙山市地下街一点都不灵光，一点开业的迹象都没有，眼看就要撑不下去了。商家批评市府就是拿不出办法。唔知市政府开了就钱，去这个所在是要怀办还是要市郊市？反正是不是很成功的一个例子，但是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呢，不是把圆环拆掉，而是让在这里经营有困难的摊商暂时的离开。然后重要的圆环，它不是这个会的味道。马英九故意弄成这样。来，谢谢各位广场。这是你造成的，你自己也吃错，都是你的错，你要吃错能改。我真是罪该万死的，而且这个也是台湾，也是台北市民的悲哀，你知道吗，市长？悲哀的悲哀啊！讲到谢长廷市长，你想到水质的道路改善，还有城市光廊；讲到屏东县，你要想到尾宜记；台北呢？对啊，随便比都比台北什么都没有。我跟你讲，台北市哦，台北市不是都没有，台北市是一个。他们，我说刚刚这些县长们，他们有能力把丑小鸭变天鹅，
我相信你有能力把天鹅变丑小鸭，你觉得绝对有这个能力。我跟你讲，我们台北市的资源是最多的，而且我们的基础建设是最完备的。但是你竟然有办法让台北市这五年半以来表现平平，停滞不前。我不行，我们表现太差了。我跟你讲，市长，你这种，你还敢说你表现太差？媒体朋友在看，真的是很差。这是从政的行规啊，第一个不要贪财，第二个不要好色。一个政治人物、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如果失去了人民的信赖与尊敬，他不可能再往下走，就这么简单。我讲这个绝对没有影射任何人的意思啊，因为我都讲了很多年了，三百。这是马英九银行校服的资料。他做市长一个月薪水150,000，但是差不多每一个月他都汇款200,000给他太太周美青。财产增加的比较快，是因为我的财产集中在存款，是一个最透明的方式，大家就看得见。有人说我两个女儿在美国念书，一年要花什么700,000+，我们两个小孩距离5岁，他们同时在美国念书的时间只有9个月，所以花费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给出来的钱是对倒来的，安怎算都算不清楚。后来才知影，原来伊要特别费来做补贴。市长，我想我再重新厘清一下啊，刚刚周议员有问过你，就是说特别费的部分，它不是薪水是吧？是不是薪水特别费？我的了解不是。好，它也不是市长的或首长的收入跟所得。特别费可以拿去当生活费吗？特别费我们不会拿来当生活费。不会拿去当生活费，对不对？特别费应该是公务使用的费用，对不对？是。如果你把特支费当成生活费使用的话，你怎么办？我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这不是你决定啊！退出政坛啦、啊！啊！退出政坛、啊！我跟你讲，现在在我这里亲口告诉你，我的特别费都是用在公务跟公益。现在在我这里亲口告诉你，我的特别费都是用在公务跟公益。这句话才讲完，都立委出来吐槽。市府有一个员工，他不愿意具名跟我们爆料，原来马英九的特别费花到马小九的身上，就是这只马小九，甲马英九加一个非常的龙杯。台北市的狗只要姓马，就可以用你的特别费报销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台北市的流浪狗，请马英九都把它改姓马，也一并用你每个月34万的特别费来核销。提到马小九，我只有叹气。我常说是鹰不如小，人不如狗，马英九不如马小九。用来核销特别费的发票是什么物件拢有？食饭上多，药卖女性的 bra 夹，查甫人的鞋，香水，化妆品。而这个发票查出来，也只有一张是小女孩的游泳衣，并不是女性内衣。好吧，就照伊所讲诶，发票内底有小女孩的游泳衣，但是搁较含糊诶，要有仙女棒、学员女生学院组合、美少女战士、神奇宝贝玩偶。讲这拢是余文公的，甲伊拢总无关系。这个你认为？根本没有犯罪的故意，我也没有犯罪的事实。从我这8年来，乃至于20多年来，使用特别费当时的
主观认知呢，都没有把它看成是公款，而认为这是我可以自由支配使用的一笔费用。就这么的，咱搁听一摆。现在在我这里亲口告诉你，我的特别费都是用在公务跟公益，都没有把它看成是公款，而认为这是我可以自由支配使用的一笔费用。我的特别费都是用在公务跟公益，这是我可以自由支配使用的一笔费用。我们不会怀疑黄仁忠的性行为，可是我们会怀疑神父的性行为或者和尚的性行为。为什么呢？因为神父和和尚用最高的标准来标榜自己。你小马哥是神父啊，神父偷腥那不得了啊，对你形象不好啊，这个很笨啊，偷吃东西不擦嘴，所以才被抓到。他在前两次应讯的时候，表示说他知道特别费是公款，那他所领得的款项都已经用在公务或是公益捐款。到第三次的时候呢，他就来表示说，那他误以为特别费是私款，检察官认为说都足以认为他本人在行为的时候也有相同的主观认知。因此啊，认定马先生有诈术的实施跟不法的所有意图。前是依照政绩来认定，没有任何的政治考量。部长说，您过去跟这个马部长，他其实当时在任内的时候可以说是感情很好，那是不是现在的心情是不是会觉得有些遗憾呢？就是说，难免会有挣扎，当然要做痛苦的一个决定哈。那但是法律人没办法，只能依照政绩来认定。英九在此郑重的宣告，我要化悲愤为力量，义无反顾参选2008年的总统。我要向人民，我要向人民证明我的清白。我的清白受到质疑，我一生廉洁居然被起诉，对英九来说，这比失去我的生命更痛。精神合作，那么团结一心，人喝很多哈，没
还好还好，小心小心，我只喝一两口。请进，请进。我们现在在举行投票，请大家尊重。麻烦摄影让一边好不好？到后面来好吗？请媒体的朋友尊重我们好不好？好。而且呢，还要注意速度，千万不可以跑太快，尤其是不可以比我快。看起来都有肿嘞，要不要帮我检查一下？好啊，好啊。是重要的代志，拢无你执行啊！哦，但是你偶尔比蹲啊，水水水，脚蹲蹲啊，啊，逐日你走路，逐个查某囡仔看到，哦，拍拍手啊，真好真好。迄就是呢，讲正经话，迄就是老百姓幻想啦，哦，幻想。啊，哎呀，即摆较老几年吼，伊会西方啦吼，啊，有迄、那个迄款的出来的时拢啊，老啊啦，迈啊啦，咱来另外看一个，吼、哦，就变变啦。幻想会变啊！解除戒严，国会全面改选，停止一党专政，就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啊，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一大堆这些东西。请问马英九先生，有哪一项你不反对的？这些民主运动的诉求里面，有哪一项你不反对的？黑金的锅，酒色的锅，台独的锅，我不沾。爱国的锅，改革的锅，团结的锅，我一定要沾，还要沾得彻啊，对不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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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前为国民党写报告的叶舞台，八年前每天游泳慢跑的马市长，现在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一蕊花对落地，爸爸妈妈疼上多。风若吹，爱甲飞，唔茫予伊坠落黑暗地。咱用疼心，用包容的心讲，咱来疼咱一块土地。一句讲特别算小的，一点啊，迄个意思都无，就敢若讲咱台来疼惜咱一块土地，啊，咱台湾的人特别安尼疼惜，要甲你包容，啊，哪个袂向觉醒，佫袂向讲特别反悔，迄种人敢要救？Thank you.